奥运夺走法国的最后希望，金牌战一雪前耻。这场美国对法国的金牌战，K d 光上半场就进账二十一分，全场。只不过吊诡的是，金银牌得主出炉，铜牌却还没有诞生。原来冬奥篮球金牌战配合美国转播时间，竟然被安排比铜牌战还先打，让法国队射手冯涅爆粗口，留言直呼超丢脸。只不过这些冬奥金牌得主，美国队也是打的跌跌撞撞。 不但预赛输法国，热身赛更接连输给奈及利亚和澳洲，一度让球队气氛乌烟瘴气，更传出有球员质疑总教练泡泡维奇所采用的进攻体系，更多人质疑这面金牌的纯度。三立新闻为人俊报道。